谁的习武真的像的真功夫，动作完美演出，见到才招由我做主，吃苦当作是吃苦，要马跟你不能马虎，把苦的招数都跟上我的脚步，谁知道什么不败也有少啰嗦，我才文献难掌握，麻瓜在家里千万不要模仿，一家子功力高深莫测，太极无量以柔克刚，一击必杀修正我们的 CP， 他进的藏什么高手真功，为了命都不低头，绝口有美丽伺候，是谁在困兽之斗，那条龙不爱看懂，让传说永世不朽，穿越了禁书之后，对着技能都是候，像我们这种武术学校一共有四所，大家都是从小就进学校的，不过毕业的时间就要看个人的修为了。基本上我们学校刀枪剑棍暗器等八大武功门派都要学啊，那么多哪学得完，原则上只要大概了解一下各门派的差异，至少有人交手的时候能分辨出对方是哪一个门派的。哦，可是大师兄，我一点基础都没有，哎，我还以为从一年级念起，没想到校长居然要我跟你们一起，我怕会跟不上你们。没关系，勤能补拙，你就课后多加强加强吧。这句不用记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走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上次我们说过，天下兵器都源自于棍法，而天下的棍法都源自于少林，正所谓我知道，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么说的。今天有位新生郭靖加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。林武冲，是，你是大师兄，等一下练习的时候你要对他多多的指导，还有告诉他应该遵守的规矩。刚刚你们看到的齐眉棍法，能将棍长短自如的运用，让对手难以应付。它的诀窍在于，使棍的时候双手持棍，手肘尽量靠近身体，用旋转制造出最大的力量攻击敌人。好，打起来！现在就照刚刚老师所说的，各自找对象练习。是。练武，怎么啦？我跟你练。不好意思，我跟建宁已经约好了，何况后面还有郭靖在排队。哦，跟他们练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弱。你说我弱，我可是第四名啊！拜托，你连轻功都不会。我会好不好？但是又看过的你的家伙，来 PK PK 啊！这么弱啊！你最厉害，最厉害。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莹莹已经约好了，莹莹，走吧。练棍法，就练鞭法就好了。伤害，是找到人帮你练习啊。给我300块，把小龙女让给你。学长，我愿意，我非常。不是叫你啊，是叫你后面那一个。哎，我跟你练。小鼠妹加油！郭靖，小鼠妹加油！老师。
我想了很久，你的棍法基础还不够，要进行特别的训练。特别的训练？那把这个拿到旁边去练熟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他怎么会有事啊？只不过是扯铃而已，真不知道我爸在想什么。陆老师一定有他的用意。郭靖，你还是要用心练，遇到不懂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来问我。是，我会的，大师兄。静婷学姐，我们下一堂课是什么？健康教育啊。健康教育？我们不是武术学校吗？为什么还要上那种课？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？不这么说，学校怎么跟教育部要补助呢？哦。哎呦，带错课本了啦！对了，今天还没有拜。我也不稀罕知道。郭靖，这就是健康教育的讲义，可不是你想象那样吧？哦，原来健康教育就是点穴课哦。那暗器呢？物理。那史读术呢？化学。哇，易容术呢？真的是笨瓜哎，当然是美容美发喽。哇。各位同学，男人的点穴一向是四校里面最强的。依我看啊，这种程度的课由我来教就可以了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正好，我想跟他说啊，这西城的点穴课，我觉得非常有信心。哎，护士姐姐啊，原来你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哦。哇，失敬失敬。谢谢，那麻烦你回到座位上，我要准备开始上课喽。没问题。各位同学都知道，人体是武术之本，了解所有的经络跟穴道，对于兵器跟内功的使用才会更加的。这位同学，我才刚开始上课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问题可大了。今天要教的是点哑穴，但是每个人身体构造有微妙的不同，所以我觉得用讲义说不清楚，应该使用真人示范。那你说要找谁上来示范呢？那当然是我啊！我在南城可是被称为点穴小王子呢。好吧，那就有请点穴王子上台喽。老师，为了我们课业上的学习，今天不管老师你怎么点我、按我、说我，我都会全力配合。而且，这就是神庭穴，也就是俗称的哑穴。这里呢是速疗穴，刺激这个穴道呢，可以使人发出声音。哇，老师，你的纤纤玉手点穴根本就是如沐春风，通体舒畅。同学要记得，虽然叫做点穴，但是千万不能用点的，这样子啊是会出人命的哦。正确的手法呢是要浮穴，将真气灌注在指尖，然后像这样子滑过去。好啦，可以上来练习喽。我们最喜欢练习了，很好。很爱钱嘛，刚好拿赚的钱去看病。为了争取好成绩，我一定要好好练习。苍太，你的指劲啊有点太重了哦，这样子啊会让对手半身不遂的哦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可要再多练几次啊。